executed. Wait, get up.打就不好打，而且如果对手的技术也是比较强的话，那也是不好打。所以说这个玩这个游戏很多是有很多莫名的那种遭遇吧，反正每打下来肯定是都不一样，都不可能有相同样的那种遭遇吧，就是每场比赛都有特殊的。都是可能都是唯一惨的。啊，就像你匹配的人英雄一个一样，但是你运的人不一样，然后队友也不一样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玩这个游戏的乐趣就在于这些，每次不是很都会重复，就是千篇一律，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感受。现在我看公公还是躲在草丛里面，应该是准备偷袭，好像但是现在没有人下来，准备偷袭到，然后这个刘邦一直在中路放那个放兵呢，还是不敢冲太前，然后被刘邦卡住就危险。这时候冲到中路，刚才是冻住了一个，然后换大招，大招就和这个时候配合的一点，但是大招很容易被人给破了，但是我又喜欢带闪现，但是如果用完招就应该是要带那个进化，就是。不怕被别人给破了那个技能，换招的时候，换大招的时候，然后赶紧把那个进化给用到。但因为习惯性用这个闪现，就因为逃跑或者那个追击的时候也很好用。保护我方，防御他。然后打这个游戏最好的就是应该是有人守塔，有人偷塔，
只要把对方塔给偷了，偷了金光，有的时候还能反败。以前上一次就打过一局，就是前面我们是落后很多，后面实在是大家是无语了，就有种想换气的感觉，然后直接是孤注一掷，就强拆一路的卡，然后拆就是一起，然后就最后孤就是大家集合往那个上路打，把上路打通了之后。对方反而那个虽然是比分是领先，但是后面被我们打通了一路之后，好像那个士气也就散了，降低了之后，来我们再来随便后面是两路，剩下两路就直接被我们给击破了，最后直接被我们反败为胜，所以我们是落后了十几分了，那时候已经是有点不想玩了，都想投降了。不过那时候我是运的是生病。所以说，生病有的时候是作为那个可攻可守，然后是在那个逆袭的时候还是挺好运的。他的大招可以把对方阻止，对方减那个在进攻的时候减缓对方进攻。开始撤退，美貌施主。而这个法师这个貂蝉吧，王昭君主要是要站在中间，站在中间的话是比较不太。就是危险性也是增大了一点。如果我运那个像那个生病，我可以直接扔一个技能就跑，大招也扔在那里，罩在一个地方，我就不用管它了。我准备放大招，这么多人，只要没人来干扰我，我就可以大招一直持续放。刚才又大招刷了一个啊，这时候中了那个谁，安琪拉的二技能，安琪拉二技能。先被他击中一下会眩晕，会晕在那里，就是晕了几秒钟之后，然后但是他那个二技能还会一直持续伤害，就是在晕的时候还会一直被他伤害。安琪拉的二技能也是挺变态的，居然把他设计成这个技能更新还挺溜的。然后就这一两天都没怎么用安琪拉，就刚更新之后就一直用安琪拉，然后最近就看见有限免疫型，这周限免疫型还挺多的。马英也像曹操啊，还有哪个英雄好像都是限免的。然后感觉昭君还挺好用，因为比较喜欢用这种法师类的，还有那个射手类的英雄。然后因为这个王昭君也是比较久没用了，就没这个英雄，还挺想用的，就是等到这一段时间来用一下。上一次打好像用这个王昭君配合大招还挺好打，这次很久没打了，有时候手感都感不那个没操作好，这个大招就放早了，这个大招范围是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我发现现在宫本超人，还好我方宫本比较溜。我方有三个妹子，一个是王昭君，一个是火舞，还有一个是孙尚香。火舞应该这周大家都应该，如果是每天都有签到的话，这周应该是都能有，现在应该是都能兑换到这个火舞了。就是前十几五月几号开始就可以签到那个碎片嘛。那时候我就天天签到，应该反正今天也差不多就可以兑换到这个火舞了。孙尚香的攻击力也是挺高的，射手流面，他翻一个翻滚，第二翻滚第一次翻滚后的第一次攻击伤害挺大的。这个刘邦将主要草丛要对我们几个围殴，安琪拉换大招居然没扫到人，那换的位置有点不好配。就是安琪拉换大招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如果位置没设置好的话，那个就等于白换了。刚才他乱扫一次，乱扫一通。我方呢好像连个血都没去，因为他射的方向是偏的太大了。现在我方是直接是24。
还没打，还没拆完基地，对方直接认输了。敌方垃圾太大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呢录制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或者点个赞。来看一下敌方，看一下数据。我方 MVP 是宫本，对方也是宫本，我方宫本还是超。